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浪子李叔。近几年呢，有很多大龄青年哈，到国外去找老婆，或者是通过这个国内的那些中介啊找老婆。因为李叔呢，在这个几个国家都住有一段时间，都比较熟，我就对这些地区的姑娘啊总结一下。把他们的性格各方面的东西都说给大家听一下，给这些出去国外或者是将要找这个国外老婆的人呢一个参考啊。现在我们慢慢讲吧，先讲一下这个越南。越南是90年代中期，哦，有这个老板呢，开始是这个台湾的老板，在这个越南投资开工厂啊。就有一批那个老板在这里找的那个小三吧，或者是那个有些那个台湾的那些，是说是那些大龄青年吧，出来越南打工，就在当地找的老婆，这第一个。还有一个就是台湾那个，那时候台湾的开放越南呢，到台湾去打工，所以有的很多越南女孩子啊，到那个台湾打工，啊，做了人家的老婆，这是最早最早。就是越南跟外面的人婚配就是这样的哈，早在那个80年、90年时候呢，但是我们这个中国呢是这个边境的广西边境那里哈，因为他们是跟那个越南呢，他们有的是民族都相同的，语言相同的，各方面都比较相似啊，性格、饮食都差不多，有的还是一个民族的哈，所以呢，他们边境的人呢，有的就是。会结婚啊，有的是没有合法手续，就是那样马马虎虎就那样结婚。这是第一批来这个大陆的那个越南新娘是这么来的啊。后来呢，福建那个山区啊，像南平呐、啊，那个安溪那个山区里面呢、啊，那里大龄青年比较多啊，因为那个山沟沟里面，他到当地是很难找到老婆，因为外面的经济都很发达，不可能嫁进去。所以有一批那个福建人呢，就找到广西那边的人哈，边境那边的人，那时候到越南那边就，那时候就真的很多是拐骗过来的，说难听一点，真的是把那个女孩子一到中国就是骗到这个福建这个山里面来哈，那是不是由得你愿意不愿意哈，就是付钱就给人就是这样的，那个是真正意义的上的拐卖啊。跟现在还不同，现在的做中介什么，最起码要取得你们两个双方同意啊，不管以后好不好，现在是要取得你双方同意，然后才打，还要办结婚证什么哈，所以因为那时候通讯什么都不方便，啊，不要说越南人呢，就是我们内地人呢，都有很多到那个福建厦门打工啊，给人家骗到那个山区里面去了啊，都解救不出来呀，我们的福建就一个哈。那个公安那时候都要到很晚上才出去才能去解救，到如果是白天的话，跟这个附近的村民发现了，可能都是很难出得来呀。来就又后来到了00几年呢，网络就开始发达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很多那个城市那些上网的那个大龄青年呢，或者是那些搞旅行社的人呢，看见那个那时候台湾就搞这个就搞得厉害了嘛，就说这个。娶越南新娘嘛，什么就很厉害的嘛，所以大陆那边也闻到了一点这个味道嘛，所以那些在城市的那些青年呢哈，那个通过网络呢，大家组织起来呀，就是到越南又旅游，啊，打着旅游的幌子又找那个配新娘，有的是离了婚的，钻石王老五啊，有钱的人离了婚的，有的是那个也是那个发达城市。你像那个浙江那些义乌那些发达城市，它城市发达，但是它偏远的那个乡下还是很偏僻的哈，很农村，很那个的，很交通很闭塞的哈。你别说是义乌人，但是他那个很偏僻的地方啊，所以那些人呢也是找不到老婆哈。像那个很大发达的城市，所以你看他那个偏僻的农村还是找不到老婆，所以他们那一批人呢就通过旅行社。那时候就到越南组团到越南去旅游找老婆，啊，这时又是一批人，搞了一下呢，到了后来呢，又是到了，因为这个国内呢，近几年就是更不得了了，那个男女比例失婚的大龄男青年就更多了，因为男女比例失衡嘛，
所以呢，就涌现了一大批这个中介。这个中介呢，就有的是那个跟广西有朋友的，有的到越南打工的，或者前妻找的越南老婆的，这些人呢，头脑子活一点呢，就充当起这个介绍来啊，充当起这个介绍来，就带这些大龄青年去越南相亲，有的甚至就是把女孩子直接带到中国来，通过旅游签证带到中国来，然后配好了，看好了，才去办手续，这就贵了哈，听说要10多万呢，近几年可能国家这个东西也是打击了，国家也打击了，很多中介好像也就不多了，不多的话还，但是有的很多年轻人呢，大龄青年还是需要啊，这个还有市场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很多人还是自己出去，你看在尼泊尔那一边呢，就自己出去一边玩或者是一边找工作，一边找老婆，这种方式是可行的，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啊。但是要提高警惕，不要给人家骗，要仔细分析，多听别人的意见，什么东西跟货比三家对比一下，真正介绍你的是不要，朋友介绍你就不要谈多少多少钱介绍费，吃个饭的是吧？给个工资钱那就行了，有的人呢，环境是诈骗型的哈，所以自己要脑子要放灵活一点啊，说到这里了，我首先我就把这个越南的女孩子的这个性格给大家说一下啊。越南的女孩子，我跟你说哈，她跟外面这几个国家呀，越南的女孩子最接近中国人的女孩子的性格啊，她能吃苦耐劳、勤俭持家，这个优点她都有啊。唯一一个缺点什么？她们比较顾她的老家，她到中国怎么都不习惯。因为越南呢，它这个是还算是那个母系社会一样的啊，都是女子当家的，男人几乎是走婚一样的，男人他妈的长得帅一点的话，这里搞一下，那里搞一下，那就是跟我们乡下的说难听，就跟那个猪公一样的，今天这里搞一下，那里搞一下的哈，他们是走婚一样的，有的男人，越南的男人呢是不干活的。人家说越南的男人，那个广西的我朋友说，越南的男人是干大事的哈，小事不干的，每天早上起来喝个咖啡，起来就送个老婆上班，然后就喝咖啡，喝了老婆下班呢，就接老婆下班，没有什么大事他不做的，越南男人是好吃懒做的啊，越南女人的确是好的，但是有一点呢，越南女人也比较随便呢，搞不好就给个绿帽子给你戴哈，可能喝几瓶啤酒谈得来的话，那晚上可能就给人家上床了哈。他们这个东西好像看得比较淡啊，这不能说100%哈。最后抵触在越南生活了这么多年呢，朋友之间大家都是这么传的，我们也交过越南的朋友，的确这个东西对这个女子贞操来说没有我们中国的女人呢，你就说现在再怎么开放啊，比他们真的还是好一点。中国的一夫一妻这个实行的这个传统观念还是比较好的，特别是有的人生的小孩的话，那基本上是不会怎么改变的啊。所以说你们到越南去找女孩子了，你要搞清楚啊。如果你是在越南准备在越南生活了，那都没问题，那可能都会相处得很好，他们也还比较是。各方面都跟中国人比较相信啊，比较吃苦耐劳啊。如果你带回来了，有几点风险性。第一，这个女孩子啊，越南女孩子啊，因为她就是像中国的男人一样，她家里的顶梁柱样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来说呢，如果你在越南生活问题不大啊，能够长久，那可能就是经常也少她要让她出去啊。经常出去喝喝啤酒，容易给你戴绿帽子啊！这个越南的，你带回中国，我就还有你就考虑他这个事，他家里的人多不多？他有时候他对家里的父母啊，是那个相当关注的，是吧？这是个问题哈。还有一个呢，我就跟你说，现在随着这个越南的这个经济啊。越来越上升了，跟我们中国差不了多少了，是吧？他们一旦会了中文，一回到他们的国家，他是很吃香的。
他可以说在越南的工作来说的话，基本上比我们在这个大内地上班的话，他工资是高出来还轻松。当当翻译，你说跟着那些老板是不是？所以很多女孩子啊是这样回到国家就不来了，很多柬埔寨的、老挝这些女孩子哈、很多她在中国待一两年呢，她会的那个中文呢。现在我们中国人到处投资，她回到她的国家，中国很多老板呢请他们做翻译什么啊，这样啊，很容易这个你这个婚这段婚姻很难就保得住。你看到外面投资的老板又舍得花钱又什么，他每天给他胡吃海喝的，对吧？又轻松，所以就是很多这样的是不回来的，啊，我就说这么多吧，你大家自己参考，这个是真的，你们绝对没想不到这个事，啊，就这么说吧，谢谢大家啊。